Ready 阿弟阿弟，还玩哦？哎，谁主攻？哦，你是主攻，大家都在偷笑。小蜜蜂，干保护我，保护我，玩貂蝉。我哪来的五元宝啊？你看你自己的技能哦，我有真机耶，这可以换将哦？怎么换？等一下干嘛嘛？不知道哎。是啊，元宝不足，假赛啦。那你问我干嘛？哦，那个不用换啊。哦，孙尚香为什么那么多女的？貂蝉，这都不能用啊！我貂蝉技能不能用啊？哦，对面有曹操。曹操，真机貂蝉，孙尚香。偷便宜，偷屁啊！偷得好，不要偷你妹啊！我偷得好，偷你妹啊！偷妹啊！能骂脏话吗？我来，我来。物价，物价。主攻在哪里？我看一下主攻，主攻在哪里啊？主攻，主攻你冷静，主攻。刚才主攻赢了，耶！主攻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，自己人啊！主攻乱砍人啊！主攻，主攻乱杀。我不知道谁忠诚，我杀。主公，为什么我只有三格血啊？主公，孙尚香才第一回合就黄血了。杀格女性角色只有三格血哦、喔，好薄的。女性角色都好像只有三格血而已啦，猛将才有四格。无耻！杀！你还杀？你杀没完、啊？别杀！怎么那么多杀啊？我觉得他纯粹是想看到曹操的脸就觉得讨厌，所以要杀而已。怎么那么多杀啊？啊！命叫我负天下奸雄。他的技能就是把伤害他的牌给变成自己的掉。后宫，这是我们现在上演《甄嬛传》吗？后宫佳丽被砍一滴就黄血了呢。对啊，血超少的、啊。终于到孙尚香了。干，你终于吃完了。双枪是什么牌啊？可以让指定一位男性偷。哇，我就没牌哦。哇，八卦阵。那我们来玩这个吧。无名试探员附加好友，报上名来，谁是无名试探员？欢迎北宋。干嘛杀我？看一下，我好像可以纯粹看你不爽。他一定是反贼。先杀反贼！我的忠诚在哪里？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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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你可以连续抽五六张，没问题。什么泰戈波？哇，丈八蛇矛，你拿得起来吗？丈八，太扯了吧！过河拆桥。No， 你干什么？我没牌了啦！啊、你我都还没开始玩，没牌。把光他快点！啊，我有牌，我有牌了。裸体威力入侵！你敢什么你？爽！你该不是害我？不加，不加。救驾！救驾！哦，是玩游戏啊！去啊！孙尚香怎么了？孙尚香要爆了，还没开始就要爆炸！护驾！太夸张了！哦、我没有牌。挣扎，按取消吧。取消！哎呦，中了一刀！啊，对打对打！哎、欸，弯出弯出！看看，这样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这样用的。离间 PK， 为什么闪会攻击呢？没有啊，那个就是我的特殊技能啊。我技能就是可以让你们两个对打。你已经成功了和玩家老皮的粉丝互为好友，我都没有点，为什么会互为？哦，两家定估值了，定估值，举动五家。护驾，保护皇上，曹操皇上驾崩啊！皇上驾崩，皇上要驾，皇上要驾崩了！皇上要驾崩，皇上要打过，皇上一定是反贼啊！皇上要驾崩了，
先杀海猫啦！解救杀你！我没有杀你，叫我怎么出啊？老师，你没有杀，白痴，你点错人了啦！啊！我的刀子！送你一把战刀！什么烂东西？太搞笑了！皇上，皇上已经快疯了。皇上你还好，皇上神志不清。皇上快去了，皇上。你物价，你杀了还物价？自己喊物价，然后砍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跟？更中杀人。不奸雄啊！刚刚下一回也要砍你。他的被动好尖哦。他被动就可以拿牌啊。吸牌啊！吸星大法、啊。吸星大法，但他先挨刀啊。先挨一刀。乐不思蜀，为什么对我使用乐不思蜀？你身上一堆状态，为什么？要保护自己啊！保护自己，保护个屁啊！等等要爆炸、啊，我会不会爆炸呢？光晕战技吗？啊？爆去啊！运气太好，干每次都中我，怎么这么衰啊？我救你，可是救不回来。你因为他一直扣三格血，你要补两颗桃，他才补得回来。靠，浪费桃子。去了啊 ！Burn 去了，这张牌呀。烂头分装了，身上像反贼，哇，你管是反贼，好大的，哎，你好 ，Hello， 皮皮，呼驾，呼驾，看这游戏好，哇，我要呼驾你杀我，他应该也是反贼，这一定是内奸，这一定是内奸，认识来干，啊，你好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结果是忠臣，搞半天是忠臣，忠臣杀主公。这个游戏好奇怪哦！其实我是忠臣啊，我刚是要测试一下主公的能力。哎、欸，玩错了，主公，主公要去了，去了还万箭齐发个屁啊！主公要去了，要去了，天下我奸雄，奸雄，天下我手上又要放一次箭，哇！主公去了，主公去了啊！补你一个，看来你是忠臣了。哇！忠臣，你忘记几把？有人说孙尚香死在冷宫里了。三，孙尚香死在冷宫里来着。无言，好玩什么呀？我靠！功必取十。我刚按错了没？我刚才先杀那个，先点曹操，再点孙权。双剑，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。主公都没东西了哦。放箭射爆他。主公，主公又去，主公又去，我也没逃了。主公死了，装了，主奴啊！哇，那果然是内奸，内奸团贼忠臣啊！忠臣一直表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被忠臣，我这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？I'm ready， 在一场吧。阿金每次都是内奸呢，这没事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每次都内奸呢？改一点奸，你就是适合内奸。下一场你也是内奸。看，又是内奸啊！不是，为什么你又是主公？我是忠臣。对呀，为什么你又是主公啊？谁小？干，孙权无误。孙权要是干你孙权命啊！孙权。华佗，哇！张飞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张飞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杀，有没有搞错？就是一直杀，一直杀，一直杀，很多杀。华佗，华佗干嘛？华佗一点碎小脸，好好笑。华佗你还，为什么华佗脸那么好笑？华佗你还好，好想打他。你好像快去了，对啊，你好像自己快死了。华佗怎么是黑的？华佗决斗个屁啊！决斗干嘛找我决斗啊？我是医生哎、欸，快打医生！杀快来！杀三小杀杀啊！杀！干杀徐守东！好多杀杀！华佗只有三个，我现在能好多杀。华佗真的快去了，华佗都快死了。华佗，华佗已经举血了。月光宝盒的华佗，我讨厌忠臣。
话筒又想用一丈，人在江湖上，谁能不挨刀？傻傻小蛋，失忆症，失忆症，阿健有玩啊？话筒要去，快死！话筒在滴血。我好痛、哦！我真的是忠臣啊！你疯了！救我！哦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哦哦，快死掉了！灰色的花朵，一开场就快死了。你一开始就灰色的了。这主攻脑袋有问题啊！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才被病干什么？干嘛踩我？爽啊 ！Hello， 你好 ，MS。哦，你傻家奴牌啊！大家，你干嘛给牌、啊？我怎么不能抽啊？快去了，我要一份钱出击，我怎么不能抽？都快去了，让我抽，拜托你！快去了，这一分钟。啊，你好 ，SS， 真的假的？被。有人说看我们的时光，看到他被他家人说他好像是疯子，你干什么啦？我没有闪哦，我只能杀你而已啊！你干嘛杀？你可以不要杀我啊！叫我负天下人，天雄啊！休叫天下人负我！哎、欸，可以的话，我快去，让他去好不好？我想砍他、欸，为什么？不，我想打他哦！话筒那个头罩、啊。根本一照起来，对吧？一开始就放一照，难怪会死。肚子痛，肚子痛的点，南蛮怒气，吃到梅子的脸，好不好？啊！你这个混蛋！南蛮，哎，你干嘛无限可击他？啊！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真的要去。没有刘，刘备救你啦！刘备他放无限可击救你。刘备人好好。你干嘛救他？过河拆桥。过河拆桥。三小，不是杀桃子被杀掉，三小，杀三小，还有闪哦，哟厉害哦，好了好了，全力一闪，全力一闪，下一个你又不能动，乐不思蜀三小，脸都黑了，脸都，全力一闪，脸都黑了，好惨。滑头气吧！救命！救命哦！好痛苦啊！冲啊！喂！哦，哎哎，外妹，我马，主公，还我马，主公，主公，你就偷吃桃，主公，偷吃桃，主公偷桃，偷桃，哈哈！哦，救命哦！我的腰好酸哦！啊、哦、啊！滑头为什么要弃牌啊？因为他被中了一个乐不思蜀啊，他不能出牌、啊。没血，卡巴去啊！卡巴卡巴是这样，我刚刚翻上，好热，你们就不能？我巴巴就分上，看你怎么那么爽，巴巴还有闪哦，还有闪哦，还可以闪，还有闪，你还有闪，你还可以闪，你不是卡巴一样吗？卡巴还可以闪。全力二闪，全力二闪。好了，我要放闪电了，不解释。哦，放什么闪电啊？鸡鸡耶！ Hello, 每次闪电都会中我。K A O 小，还有 K O O Q O， 还有 J A C K。早睡早起，早睡早起什么啦？哎。早睡早起，你帮补血，你帮补血，补血是帮别人补，不是帮自己补。谢谢你，烂透了，谢谢你、啊，爽了啦！早睡早起，还杀我，要杀主公了，上啊，杀主公了，忠臣吗？啊，好痛苦啊！忠臣没有，我的攻击距离只有孙权而已，我其他人点不到。忠臣倒戈。好吧，你还是去吧。对啊，那是阿金啊，老师的。你还是去吧，救我！你还是去吧，救我！啊，好痛苦啊！啊啊！救救我！啊，救他！救他！你们要让忠臣就这样子去了吗？安安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忠臣，我绝对是忠臣。你要死！我去！啊！救你！救你！救你！
看到你刚才帮我补一滴血的份上，还你一滴血，还你一滴血，互不相欠，好吗？好了，又好爆啊！啊，哦，玩这个没想到，好痛苦啊！才开始六分半而已，我们就打了架，我杀不到，啊，我杀不到买皮梭。为什么阿神库鲁奇加我好友啊？哪一招？你不要乱乱反爆人家好吗？南蛮入侵，太小啦！我们就不能做单一攻击吗？为什么一定要 AE 呢？群体攻击，放回攻，我真的是有人说，虚竹说我只有 AE 技，我脑袋就不。花朵在救花朵，看起来很有事啊！我救不了你了，你的忠诚要去了，去吧，内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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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装什么装？只有当内奸的份。退秀哦，现在嘛，我们还练习，等我们练习熟一点吧。内奸就这么去了？为什么我三场都内奸呢？对，你就是内奸的料嘛，你天，这怎么搞的？没牌啊！料没牌。哎，为什么扎自己？我痛，扎自己，快点让他死！这些在让他死，让他死！吃桃，吃桃，没吃桃啊！闪电，闪电，你要不要电上别人？电上自己。我忠诚，哎，不要打我！忠诚，快去！我打你！哎，忠诚啊！哎，忠诚啊！失效，我闪闪，你闪，先杀老皮就对啊！先杀老皮啊！我玩那尴尬呢，对啊，先杀老皮啊！不要了，没有以我内奸的眼睛来看，我觉得刘备是反贼，请杀刘备，对吧？杀刘备就对了，杀人。你还杀我！我一定要打死曹操，我看曹操不爽。他没有杀，他没有给西啊，没给西。自己人哦，说好的自己人嘞，谁跟你自己人？哎、欸，我是曹操，我是你主公哎，你杀我！又还好，还好，闪掉，闪掉。杀主公算了啦，烦死了。让开，我是皇上。冲杀了！皇上，见到皇上驾崩了！拉开，我是皇上。决斗怎么决斗了？好痛哦！决斗要我负天下，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休教天下都弄我！看来混蛋，等下你决斗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怎么弃牌了？乐不思蜀，我乐不思蜀主公，乐不思蜀，哇，这么远都打到！闪电。没有啊，因为你死掉了，所以你跟他跟老皮跟他的距离实在一样。哦，完蛋了，主公！爆吧，爆！曹操，你这个反贼！爆！没爆！没爆！你看，不是我吗？没关系，我身上还有一个闪电。又没爆！逮住，逮住！可恶！为什么闪电到我身上来了？嘿嘿，什么是伪老皮啊？伪老皮加我好友就是哪一招？给你啦，不知道看谁，看谁会死啊！曹操去死！八卦阵，失效，闪，知道啊？敢这样又闪，有这么多闪，想杀我？曹操没有牌了，零了，没牌，没有。舞台刀，刘备爆了，刘备爆了，刘备爆了，刘备炸死了，刘备去，为什么？刘备上去了，金轨好，他是玩家，忠诚，忠诚，啊，刘备是忠诚，靠呗，咱们入侵。跟你还杀我？哎、欸，你还敢杀我？当然啦，徐主自己人好不好？别杀我啦！不要打自己人啊！你敢还打我？两个反贼不杀主公？我说你是我是你主公好吗？这就是在主公哎，你们居然不 K？ 主公一滴血要打啪打爆，没中。感觉你等一下电到我，我都打爆你的头。电爆你就是天意了，我没办法。孙权这样子杀不到曹操哦，杀不到杀不到，因为我有装那个马。借刀杀人，狂妇吗？有啊，哎哎，秀刀快疯掉，是我们家好友哪一招？狂妇好啊，
晚点来玩吧。杀死狮吼又真的爆了，真的爆了，还这么刚好啊！我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，你有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好衰哦。但每次都在我身上，有没有？就跟你说哦，又爆了，你不要裸体啊！你好啊。我主公倒了 ，Victory， 头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主公阵亡，耶、yeah, ，胜利 ，Victory， 该死的，为什么我都是内奸啊？主公，主公，我成功了，主公，设定吧，随机位置啊，我调随机位置啊。主公，我为什么内奸升级啊？内奸升级，我胜利组还在100%，内奸升级，是主公我还在零呢、欸，靠！你完了吧？再来，再来。